这是两姊妹吧？哎呀，很带劲儿，这练习这个叫什么独行车？独轮车。独轮车，你们练了多久了？能转回来吗？转回来。他们看是个两姐妹哦。啊，这两位大姐呢，骑到这边来了啊，这块地方还挺宽敞的啊。你好啊，这个车子多少钱一个呀？这个是在我老师手里买的。啊？一会儿还便宜，在我老师手里买，我老师带的。是老师？这是我老师。是老师啊？哦，老师还行。老师带的。哦，这车多少钱一个？五百三啊，五百多，哎呀，很带劲儿啊，晚上还要贵，老师得买台便宜啊，还免费教，哦，这咱们这是哪个学校的？这个老师是？问老师吧，老师哪个学校的？这业余爱好挺好，业余爱好锻炼身体，锻炼身体啊，锻炼身体保卫自己。你练了多长时间了？十多年了，十多年了，老手了。你练了多长时间了？我练了几个月是吧？你们是在银滩的业主吗？还是？啊，对，我在这买的房子。在这买的房子，这找点事儿，找点事儿，找点娱乐的活动。锻炼。哦，锻炼。哎，就骑起来了。怎么银滩生活还行吗？挺好的呀。挺好的，挺喜欢这里的。退休了吧？退休了。退休了啊。你看，退休了以后过这种生活。我老师都60了。啊？我老师都60了。你老师60了都？60了，大姐。真不像哦，这个我看你俩这个跟那个，啊，你能停下来说说话吗？可以啊。来，停下来吧。这个停了。这个停了。还带着音响。带着音响。听着音乐。你现在有多少学员啊？啊，学员呢？嗯。学员很多。很多，带了不少人出来是吧？对，都是免费教的。都是免费教。锻炼身体。哦，老家哪里教到哪里？哦，您老家哪里的？是老家哈尔滨。是哈尔滨的。黑龙江。哦，在咱们银滩黑龙江人不少嘞，哈尔滨的。啊、对，在银滩这边怎么样？住的还行吗？啊，住的很好啊。喜欢这里。气候很好，喜欢这里。喜欢这里啊。对。哦，你在哪小区买的房？啊，在那个白银呢。啊，白银滨海家园啊，白银滨海家园啊，哦，那也是咱们东部的呀，啊，对呀、啊，是东部的，挺好的。对，我记得东部，夏天的时候搞的一次文艺节目，哦，是你们吗？表演啊，我知道你是个数大王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一听声音就是你了，你很有名气的、啊，哪里，对，对，看你那个活动搞得不错，但是那个、啊、表演也是我，哎、表演是你表演的，是我，哦，我说呢，我说，对，当时表演，我们小区，啊，搞一个活动，心中。哦，对，你们小区的活动，所以说，你们邀请你来了吧？后来我又去你们小区有一个89岁的一个志愿军老战士，啊、对，我们小区有一个，对我后来采访了一下，啊、对。谢谢你一直宣传银滩，其实银滩这里很好的，很好，也好，嗯，人也很好，很朴实，对，喜欢这里，你喜欢这里啊？啊，还在这里过冬，冬天不回去，冬天不回去，那你怎么过冬呢？家里？啊，家里我用那电暖气嘛。电暖气温度可以达到吗？要求吗？啊，在这小卧室温度也能达到21度。哦。啊，也很好的。那费用怎么样？能过冬。一个费用，我要自己两个电暖气，费用是稍微高一点，1000多。啊，一年就是一个。一个月。一个啊，一个月。也就是能用两个月吧。两个月。啊，这不太冷了。哦。这就不用了。哦，我觉得一个供暖剂花个1000-2000还可以啊，可以的。如果说再高的话，就接受不了了，是吧？啊、再高了接受不了。对，这个、还不如集体供暖好的。啊，这下面可以的。对，挺适合养老，物价方面都可以。哦，就是这里是适合养老的一个地方。适合养老，对，养老养生都挺好，锻炼身体更好。啊，我们都是在这海边认识的。海边认识的是吧？对，就在这里。这美女是哪个小区的？是海之韵的哦，以后希望你们这个队伍越来越大啊，看到你们更多的人参与这个活动，让更多人获得健康快乐。对，看你们也是一个海边一道风景呀。啊，你俩拉着手这么一从我身边一掠过的时候，接着就觉得很那个什么啊。对，亮丽的风景线。谢谢。好了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好了，哎。